你好，欢迎你过来我的家。我要告诉你一下，怎么样我会说中文。我学习了有多语，什么我说英语，但是当然我学习了念也很多。现在我会说中文。我不说，我说少，还是我说一点？我会说，还可以。有问题，当然我知道。但是没事儿，我要说话，因为我要会说中文。第一次我来中国，我在飞机场，在我们打车，我跟那个媳妇说一下，我们是芬兰人，他听不懂，我觉得他也不知道我说中文，因为他觉得我跟我老公说还是我不知道，但是他。听不懂，有很多这样的，这样的天还是我说不对，也我不会说什么都我要，但是没事儿，我要说，每天我说一点，也这是一样，我要你们做跟你们的本来语。我要你们每天说，你那不会说吗？所以一天你可以说，对，真的，你那不会说吗？